房子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Frederiksberg 小镇，大概有10000多人。1812年，有120个德国人在这里最早居住。这里号称作德州之星，德国之魂。看看周围，这里现在已经变成公园了。陪着我哭泣。这个德国汉室最早来到这个镇的，1812年5月26号，这个塔房就是纪念开拓者。这有德克萨斯州历史委员会的印章，国家历史遗产组织。塔屋后面就是开拓者纪念花园。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越。这是水车，烟枪。这个最早的德国人来到这个地方以后，和当地印第安人签了合同，然后印第安人送给他一杆烟枪。地下这个就是印第安人的权杖，权力的象征。旁边站那个印第安人保镖，这旁边古老的建筑就是图书馆，旁边是县法院。从木雕的后面可以看出来，这原来是一棵树。这个就是县法院的正门。我们现在走在主要街道上，两边都是商店。买衣服的，主要是买衣服。衣服的，餐馆、酒吧。这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建筑。这个小镇啊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